你的完全没反应哎。哦，好，开始冲 B 级，设个 B 级。嗯。还没有开始。好，开始。我嘞。你这就是傻。我想要死我算了。
的眼睛，眼睛受不了，可凉了。啊，你有觉得眼睛很凉吗？我的手没带好。做得很好，我这次的问题是眼镜要起雾了，是哦，太暖。但是我是眼睛雪镜，因为都是冷风，好冷哦。我现在是希望多灌点冷风进来。啊，太冷了。啊，有了，我忘记一件事。哦，是。下巴这一块拿掉。嗯。啊。好冷哦。好了，应该好了吧。17、18。嗯，我在想。已经12点了，所以只要再滑4次，这样就少了一次呢。没差了。我炸得好酸哦，好酷哦。怎么办？纸巾要不要？不用，用手指撸。检查口袋，它居然没拉回全纸。拿个棒棒。嗯。六兽都为什么可以开到1800-1800这种钱？什么东西1800？支票啊。因为能源费上涨。哎，那如果六兽都我们的票去是可以买到多少钱？哦，我没有背。大概大概，我没有说要精确。完全没概念呐、啊。哦，是。所以不是没背嘛？你要说你没查。不是那个 PDF 上有北海道计票联盟哦、oh. ，PDF 上有，但是因为我们完全没有要去，所以我根本就没有看到。那24股是多少？4000，也是4000，就有点像是三分之二这种感觉，跟一日券的三分之二，跟富良野差不多。哦，通常就早鸟票，这次的话富良野不算押金是6000嘛。嗯。然后找两票，不算押金好像6600。啊？好像。所以是未税有含税吗？我不知道，好像是6600的印象。6600。嗯。一日券。我记得的是6000变4000啊。那6600，然后那个找鸟票4500。嗯。然后机票联盟4000。嗯哼。我应该把我的雪镜状况解释了。是啊，对啊，它现在变成内侧水滴，但是就没有再起雾了。不过擦干就会好。没有，你擦干的话，你那个水蒸气入口还在的话，还是会继续累积。一定要找到源头，把它排除掉。好冷。
你说我们二月滑新也滑几天？我忘记了，比较久吧，五六天吧。哦，真的、哦。但是只有四天，硬凑。我不知道、啊，有那么多天吗？我在想。还是只有三四天。八号、九号在撒谎，然后十号开车吗？十号开车。我印象中是什么首道一天，嗯，体肉楼一天，二四谷四天吗？嗯，然后知鲁湖一天，嗯，然后接着就新野。觉得我耳朵好像折到了，往前啊，对，右耳。你这样口罩不会掉下来吗？自己觉得耳朵好像折着，折耳揪。嗯，好像好了。你竟然有办法把它弄好，怎么回事？我在摸。看来两班的人都不见了，他们去吃合宿餐了。哦，好好哦，可以吃不一样的。没有什么好好，就是给你两倍的饭而已。有啊，餐点不一样啊，他可以点石大米啊、猪臀啊，就可以不是炸的、啊。不过也可以炸鸡排，就是。炸鸡排？嗯，我那天说这是那个人成点，他就说对啊。就是鸡排，里面堆雾了，很雾。他以为我在看他，他就挥手，什么东西？那你就跟他挥手，只好挥手了。是小朋友啊，像大人。我只是在研究说他们是不是穿制服的那队友，看不出来。不过那一排都是一样的 ski 的话，我觉得是那些上课的。飘飘雪，就这样子掉光了。Please raise the safety bar now. 就有点像吓我。张鑫来。
我这是每次快要到缆车站前的，都是眼睛是冲的，都是很冷的。啊，是。嗯。我的左脚被打了一下。真的？没坐下去。没顶到。眼睛受不了，太凉。哎，我好像怎么样？要把这条带子拉紧，我忘记做了。好一点。你先说会不会长成什么雪菇？好像都没有了。昨天都被雨打光了吧？哦。看来雪菇只有耶诞以后才有可能出现。如果没有雪，够冷了。够冷、够松、够累积。坐上还好，你的前面有一点白白，是啊，一点很小，跟一粒沙一样。对你有摸到？我什么都没感觉，感觉它很干。我在等我的脚好，但是我还是觉得只要地不平，我还是有点滑乱七八糟。我应该说，我还是地很平的时候才会滑得好，地不平还是不太行。好不好？喊到你碰。对啊，地很不平。早上很平。这也没什么方法把它弄不平啊。没有啊，很多人滑就不平啊。会哦，但是也不会。那种绿线还是有人有办法变卡比，在上面冲很快之后开始在那边。在那边切底，切切切。是那个人敲脚的声音啊！是啊，咔咔咔咔。嗯，不知道那里还办什么网路了。他已经弄了。不知道啊，不知道他会用他原本电信公司的直接日文漫游，不知道这样比较便宜。现在比较不流行买网路卡了。五日漫游其实用台币看好像还蛮便宜的，用台币看。就是他会五日吗？他六日。一天60块这种，然后就来个台币300块这样，有那么便宜的吗？有啊，台湾大哥大差不多是这样。我不知道他哪一家。我猜可能是中华啊，中华电信。嗯，他应该有变过电信公司，他原本应该是台湾大哥大，但都变了。这以前也是台湾那么大，后来变中华了。
现在雪的速度是快的雪。什么叫快的？落地很快，没有很飘。你说直直落下？对啊，上午的话是那种大有大片的飘的很轻的那种。看我们今天车子，你觉得会多少？但今天时间比较早。什么车子？我们今天车子不知道会埋多少雪。哦，我们昨天还这么厚嘛？大概只有五公分吧。五公分吧。为什么同安我都不下雪啊？因为它离海远一点，它只是冷。但是其实照这样看，富良也在这，同安我在这呢。但是水汽都从西北方来啊，所以还是要北一点比较好。就是日本海的水汽，就一路降到富良也差不多。没了。就是水汽在这边都用光了，除非水汽很多才会带到富良野那边，带到同安湖那边。对对对对对。所以它就是下。这边也挺多的。对啊，这里确实也挺多的。比，但是最厉害还是彰化。彰化跟基隆隆，然后二四谷其实离海还远一点点。而且二四谷不是昨天有闻人家说什么下雪下雨，昨天应该是到处都下雨，然后这边是好一点，这边是上面下雪，下面有点湿。我们测的时候有点湿，然后开车的时候好像那边下雨。应该是它，因为还是雪，只是它是瞬间融化的。因为空气高于零度啊，雪顶不住，碰到地上就融了。这样，没了，没了。青青，好粉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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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鞋子上就没办法。鞋子不抖。你的盒子回去，赶快！你说要卖，拿去卖啊！他也看，我也看。什么意思？三里面五个脸对着我，我也对着他们。这次没有挥手，这次没有。只是有五个人头，就这样子，就有些脸都凑起来，这样很好笑。看你啊，是在看你。应该是吧。那你下次跟他们挥手。看是不是同样的，应该是那些学生吧，应该是。可爱。次は降り場です。セーフティーバーを上げ、降りる準備。每天才会做程式。可爱啊！印象。
乗車位置までお進みください。20分，我们好像快到十分钟一次。嗯？就要坐一点的缆车，剩两次。眼睛很凉，很凉。受不了。就是这次直冲就一直被风吹，受不了。唉，松啊松啊，变得好松啊。你要还是那句吗？不要不要不要。我都没有天天记录，应该要拿出来拍一段。记录什么？就每一天的雪况啊之类的。今日很有，现在很雾，上午还好。上午小雪，下午中雪，晚上大雪。越来越不错。嗯，话说回来，昨天洗完澡就没有贴大腿了。我有贴脚，我为了让它比较不痛，我都贴。嗯。你有需要吗？我现在大腿超酸，正面。不知道什么是正面，不是侧面。正面酸。嗯。很好啊，那就是你用你蹲着。错了吗？没有没有啊。你是在直冲这样子吸震吗？就是在那扭啊，我大腿这样好酸啊！有，那样很酸。这样不对吗？蹲太低了，是吗？没有，蹲低会安心，这样 OK 啊，会累而已。很酸啊，很酸啊，也不能。我控也有震啊。稍微歪到你的左边一点。啊，你没跟我讲。其实。才歪了0.8公分。嗯，我好像成功的让我眼镜，我不是说内侧变成水滴了吗？嗯，它现在已经结成冰了。哦，成功让它降温了。有没有很冷啊？你的脸我都看起来冷，你在露一个洞。眼睛的部分还好。脸呐、啊，我脸的部分也还好，只有鼻子在流鼻涕。太冷了。对，但是我呼出来的气，一直都让我那个有长胡子的部分暖暖的。胡子的部分。就是嘴的周围那一圈。因为今天没有很强的横风，所以没有很冷。我只要一吐气就暖一次。我们我跟杰是30跟1月1号都要看演唱会，是本来我要2号要跟他们讲。有机会出去吃，应该是3号。你说，我们已经按的就是3号吗？不是，按不到啊，它都是1月4号以后才有啊。我们按的是什么？我按的是1月17号。哦，我们两个自己要出去吃哦。不然就找那种没有预约的啦。对啊，然后能用券的。
我记得那个你早一家一月三号晚上来早点去吃饭哦，你早点去啊。一二三，三号是年始年末吗？算啊。你不想出门是吧？也没有，我只是在想，还是你要在家里烧也可以啊。我们现在是，我想那时候就是假日啊。三十跟一月一号我们要看演唱会，所以就三十一就是吃寿喜烧，又是吃寿喜烧。嗯，我们已经吃过了吗？上次来吃的是寿喜烧，然后买两种肉。上次吃的是寿喜烧，当然啦、啊，寿喜烧我觉得最方便啊，我又好吃。猪肉也吃了，寿喜烧也吃了。哦，对，猪肉也吃了。因为我记，但是我们家的传统，你不觉得就是要准备回台湾啊，或者是过年的时候都是吃寿喜烧？这什么时候变成传统了？都是哎、欸，我们都是哎、欸。是是是。因为就吃点好肉，享受传统。嗯，我们家过年就是吃寿喜烧。激起来了，激起来了。然后三十号就在家看电视啊，看红白啊，我就在家看红白，然后就等着看贾尼斯康档，然后看我们有没有机会去现场。十六号会发表，看我们有机会去现场看小帅哥。十月十六号。嗯。我觉得这种大头好都好难抽哦。有人吗？没有了。全部都出来了吧？对，全都出来了。什么意思？那个五个脸盯着看的那一班已经出来了。哦。对。你好，喂，雪好大、哦。啊？雪好大、哦。现在很大、啊。好粉。次は降り場です。セーフティーバーを上げ、降りる準備をしてください。手套拿、啊，你有办法吗？就是拿着开始录，我就手就收回手套里。你哪里要？我在想要在哪个锅。对啊，好像没有合适的锅、欸。这个锅对吧？这个。等一下，我找一下位置。哪一条线 啊？下面那个坡、喔，下坡。一二三四，第四根柱子那里啊。等一下，现在有一个滑雪板的在那，好，就那个位置。第一个旗子，第二个旗子，第三个旗子，第四，哎、欸，对，第四个。好、啊，第四个旗子，那里可以。
要往下吗？好的。好的、喔。你觉得滑怎样？我觉得好像有照我的方法滑，但是我要看，我回去要看，我自以为这样子已经比较好的，到底跟厉害的人的 pose 差什么？我再误回去，不过我还可以。人呢、啊不行啊，因为我没有收起来。你没有收起来？我刚本来想说我要收起来。哦，雪超大的。我都觉得我睫毛上都会是雪，自己觉得。怎么会雪都飘了进去？我不知道，还是那只是冷风。只是冷风。我睫毛。那你的雪镜是浮在脸上吗？我不知道。太通风效果太好。哎呦，好重！打了我一下。我右手。不是，这个撞了我的小腿。啊，是啊、嗯。我还以为我有做好。嗯。啊！打了我一下。啊！还要再外露吗？好啊。还是不用了。看你啊。不用不用不用。其实我只要看那个样子。好好好。嘘，我录一下。怎样怎样？我录一下雪况啊。哦。12月14日，黄下雪的一天，快要收工了耶！好，多大的？嘿嘿，现在已经变成要滑松雪的感觉了。好，你刚刚讲什么？啊，我要讲什么？我不知道。没有吧？好。好冷。真的是疯狂下雪。嗯。札幌那边的预报是暴风雪。嗯。它的狂风没有一个山帮它挡，所以雪很大，风也大。搞不好那里还要出灾情什么的。对哦，我有想过这个问题啊，我觉得真的要担心哦，要去买成人纸尿裤。我觉得，但是我觉得会心理上尿不下去。哦，你知道，心理上。
下车尿旁边啊？不好意思吧，后面还是都在塞车。男生可以，应该不会那一瞬间就动起来吧？不要啦，你男生如果是给你一个瓶子就可以了。你会不会也是心理上觉得尿不下去？应该是可以。真的吗？我觉得或是很急就没办法，但是担心的是那个能够承受多少尿尿？我尿过头怎么办？一个保特瓶有一公升的、欸。我在想的时候是尿布啊，对不对？尿布一次，它的吸水力可能应该要很强，但是我不知道可以到多少。而且你问我说我一次尿多少克，我也不知道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我们会有这种风险吗？我们开现在这些路段应该还好吧？应该是还好，因为就是之前那种新闻报，然后就说那个救难队要发东西给你啊。对，就是要卡在车上那种，所以我才觉得油一定要够，因为至少你可以开暖气。哦，不然你自己真的是被困死，然后你又没油，你死定了，你真的要冷死。然后还有，是我的，对不对？是我的。不是，是你的。对，是我的。对，是叫救命状态。还是他觉得他没电了？没电，是没电。对啊。好了，就这样吧。你要弄一下雪，弄掉一下。你上面有水哎。有啊。有，你摸到了吧？没有充电的感觉，不管它的差别，没有充电的感觉。有啦，有在充。有吗？没有啊。我就至少我都已经充差了。我的没有水吗？没有，我在波形。要不要再帮你录一次？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我刚刚我并没有觉得不满意的部分。然后现在就是心理印象的 pose 跟。实际看起来的 pose 对照，如果看起来像是对的，那我就是继续用那个 pose。那你先要看一下再走啊。这里没办法看的。再在旁边看一下，旁边也不好看，那个雪会掉在你的手机上，不好。而且就算看了，也没有要矫正什么。就马上修正，下一回再帮你录一次啊。没有办法马上。对，我已经觉得做得够好了，就是那个 pose 如果够 OK 的话，因为我现在是不大敢放松，所以我用那种 pose 只滑了小小的弯，然后接着就是以那个 pose 为基础，速度再加快，弯滑大一点，看大腿上多少，我来上看能不能，捏不起来吧。看是干的还是湿的？你也不起来吧？今天非比昨天，捏饭团，可以哦，还可以哦，可以，跟昨天差不多。我有昨天湿，但是是可以捏。但以前够干是完全是，因为现在这些雪的降落速度还是蛮快的，不是说吗？你就有点重啊。对，表示它在空中是带着水汽的。本来这些就是水汽下来的、啊，我是说它下来的过程是带很多水汽的，是有点急啊。然后又冷又急，所以长大的快。重量比较重。我有吃一堆饼干，所以现在还没有很饿吧？对啊，所以的。来做请求。我尼基里有点没有办法结合。我看是你的脚上小融化吧，所以比较能结合。你那个一刮走，我就觉得右脚凉凉的，奇怪。嚯、哦，要收光了，最后一滑，是不是？是啊，是啊，还是舍不得。好像是最后一滑，我没有舍不得啊，我其实在考虑是不是现在就要走了。没有啦，还有一回啦。还有一回吗？对啦，还有一回啦。好，滑一回就可以了。
我要去中学晃一晃嘛。以后又卡住。我看着你，但是我不会救你。你没办法救我。我只会。这个人活得的。我只会。他很害怕。更那个。好，下车准备。为什么他也很紧张？是。他也用这个方法停下来，他觉得他停不下来，他用边边停下来。Safety bar を上げ、降りる準備をしてください。
でお進みください。我重吗？重的好重。我重吗？他重我小腿。哦。你有开吗？你刚刚没开呢。对啊，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在充、啊。有，他有在充电，红色灯有亮、啊。红色灯有亮。嗯。你刚刚不是说他都没在充吗？刚刚没有啊，现在有。要吗？要开吗？不用开了。对啊。我的呢？你的都好好的。清一清他的血而已，走啦走啦，还有够大的了，哟呼，去，不会可惜哈，不会可惜，不过我在想是不是你坐下去我滑下去就好了，哦可以啊，对啊，你想滑下去，对啊，我觉得那么粉。好、啊，那我跟你滑、啊。你不要啦，我可以啊。真的吗？我可以啊，但是你也觉得粉吗？脚会酸的。你刚刚这样滑也有在酸吗？这样很长就会更酸。急刹车的时候会酸。就是怕刹车。好，我那就滑一次看看，每天都滑一次啊。啊，这样子你知道我想要开那个，开那个 app。哦。我都没有开过。啊，其实 GoPro 有开的话，我可以把路径转出来，我都可以算了、啊，算你滑多快啊，什么什么那些都有。我这次应该快不起来，太紧张了，脚又痛痛，不敢快。哎，有没有开？你有你就开啊，我没有。你都拆掉了？啊？你是都拆掉了还是怎么样？我没有装吧？那你原本用什么？那是我上一只手机啊。哦，是哦。然后这是我，而且重点是那个 app 录的路径，就是只有他那里有，又不能下载。我都觉得对我来讲实在没什么用。在哪里啊？我不知道我放在哪里。你这样会一直沾血哦，它会一直失温失温这样。但是我忘记我放在哪里。啊。我们。哎，现在这个血是清的。呀。下降速度比较轻的雪。Yama App 吗？好像 Skiyama 吧？不是 ，Yukiyama 是不是？哇，它没有开耶。Yuki 没有哎、欸，你现在已经全湿了，你接下来都不能触控了。